都县委副县长蔡兰芳女士。一都商务局局长钟正海先生。一都工商局局长陈峰先生。一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张伟先生。一都纪委纠风办主任赖新福先生。一都工商银行行长丁明清先生。以及来自东莞嘉顺营业部、技术部、生产部、品质部、人事行政部等部门的负责人，桌博外发加工户等战略合作伙伴，以及部分供应商代表们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现在我宣布甘蔗卓宝府站有限公司开业典礼正式开始。哎呀！